这是似水的初恋，我听了吻别，还是为了他买了唱片，学生的情绪都是他的唱片。要说演唱会最大的魅力，除了歌手精彩的现场表演，那就是台下隐藏的各路大神了。有人现场惊现韩流鼻祖，有人台下隐藏着世界冠军。这不，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乒乓球男单冠军、实现大满贯的樊振东，竟然也曾偷偷跑到了梅梅演唱会上激情高歌。同行的伙伴直言，票价3000，光听他就唱了2800呀。甚至不是我说，王昶你小子可别太爱 Johnny J 也是好起来了。当他开演唱会，镜头给到台下，竟然得到了羽毛球运动员王昶的热烈应援。想要做我们的国手王昶，这种是很荣耀的时刻，大家再给他一点尖叫声。而说到演唱会硬核的真爱粉周杰伦，福州演唱会就直接被一个男人给弄哭了。2012年在西门町第12星座发售，对，然后我很巧也是在侧面，你这个角度对着我，也是这个角度，也是这个角度，就是宿命。艺林，全场很多人也跟我们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轨迹，那大家走着走着都是听着杰伦哥的歌走到了一起。我们这么多年看过很多的歌手，那有些人淡出了，有些人时而淡出时而出现，但是在我心中杰伦哥你就像恒星，像太阳一样永远在这里。哎呦，当然啦，在素人大神这块，薛之谦演唱会就没输过。大哥，来看看，大哥你在哪？大哥，你知不知道你上镜了？大哥，你们还在梦里？不是哥，不是，哎呦，发现了！66岁了，你看看人家啊，66岁了还来听过这种低俗的流行音乐，炸！前有迷糊大叔笑翻全场，后有镜头狂扫高颜值俊男靓女，引发全场沸腾。你好，哇，女生你好白哦。嘿，你好，哇，还不知道，我知道，哇，好吧，谢谢你啊。哇，好好看的，哇，好漂亮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感谢你来新疆，不会，我应该感谢你们来看我才是。不得不说，这对我的眼睛确实相当友好，但台下一直都是卧虎藏龙，不光有颜，有的人唱功也是惊艳原唱的程度。潘玮柏讲话，他唱的可都是我的词儿啊。
调侃，周董的眼睛可不是尺，估计他得看回放才能找到你。而短道速滑大王王莽更是全程哼唱简单爱，果然偶像的尽头都是周杰伦啊。一个人会唱，就是有词就可以。麦克风，你好，你好漂亮啊！啊，谢谢。应该怎么称呼你？叫我乌拉拉。而周深演唱会点歌环节，一位小姐姐的热情表白，分分钟把周深整不温了。现在点起来的人的攻击力越来越强了。上班赚钱来看你。Double kill。努力上班赚钱，然后要先把看我这件事情放在照顾好自己后面，好吗？当然当然。必须必须，好吗？好的。大家也要这样，好吗？好。如此过去，却从没走远，拥抱的完全梦醒一般。我到底伤害在。谁能想到邓紫棋开个演唱会火上热搜的竟然是鹿晗？当镜头扫到他时，我勒个内娱重燃，戴着口罩都能让全场尖叫。而邓紫棋一句话逗得他直接红温。姑娘，你戴着口罩也这么帅呀、啊！咱就说这热度，轻轻松松就盖过了黄子韬官宣。要知道，某博第一次遭遇瘫痪，不是因为黑客，只因巅峰时期的鹿晗官宣了与关晓彤的恋情。可以说，只要他想，随时都是理由。毕竟，顶流一词儿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他而起，甚至不敢相信，原来我们熟知的许多歌曲也是他唱的。更好笑的是，如果没有鹿晗，徐艺洋和黄子韬可能都不认识。想当初，徐艺洋是为了追星鹿晗才去的韩国。我是要感谢鹿哥，没有鹿哥，艺洋当不了艺人，他去不了 SM， 回来就不会到我这。就连创造营决赛现场，徐艺洋还勇敢地选择了鹿晗回国后的第一首歌《我们的明天》。甚至有人说，当初他脱的粉足够养活一大批小鲜肉了，如今稍微倒饬倒饬，内娱的天就亮了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，欢迎点赞订阅下凡音乐官方频道，我们明天见啦。